平常爱吃的零嘴加上冰淇淋，郭雪芙爱吃的创意甜点亲手喂粉丝。男粉丝好害羞，新一代的宅男女神真的当之无愧，因为男性杂志票选百大性感美女最新排名，郭雪芙以115,000多票遥遥领先，第二名的隋唐落后23,000多票，至于安心雅则是紧追在后。很开心，最开心应该是我家人吧，我家人超嗨的，就是看到之后就马上传就是讯息给我，跟我讲说，哎，你怎样怎样怎样，他真的超开心的，我想说你有这么激动吗？郭雪芙人气旺，连厂商都爱，广告代言一直接着一直拍。